新三味聊斋辣翻世界杯，本节目由吃辣喝的酒凉露独家冠名播出。吃辣喝酒选凉露，身体少难受，吃辣更过瘾。本节目由思维汽车特约播映。私聊世界杯，意式轻奢，德系品质 SWM 思维汽车从意大利而来，为全球而生。本节目由劲霸男装特约播映，穿劲霸男装聊啥都有型。本节目所使用的世界杯的正版的吉祥物是由杭州福德世界杯官方授权商提供，同时呢也还是照例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二维码，就可以启动猜猜女孩的小程序，参与答题竞猜，赢金豆兑换奖品，和小珍进行世界杯的话题互动。我们将会从答对的观众当中呢抽取幸运观众，获得凉露思维和劲霸男装共同提供的联合大礼包。好了，谢谢谢谢嘟嘟。这个今天是一个跨界大组合，好热闹啊！热闹吧？嗯，都认识吗？认识，都认识啊。那你替我介绍嘉宾。行。这个大哥怎么称呼啊？这个小哥哥啊，小哥哥，这个小哥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奥伟哥哥啊，对对对对，是我们的。那个奥运会冠军，对，奥运会冠军啊，不，你得说清楚奥运会什么项目冠军。对，奥运会跳鞍马项目的冠军啊，这个体操世界冠军，嗯，也是奥运冠军，嗯，而且是山东历史上第一个奥运金牌获得者，山东历史上啊，调查户口，对对对对对，真正为国争光的人啊，对对对啊，这说明山东不咋样，对，不，山东是体育大省，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奥运金牌就迟迟没有最好成绩第二。对，我也是参加2000年的时候对才知道的。哎，但是后来从他开始以后，这就井喷了。那我们四川比你们强，我们早就拿冠军。对对对，你们厉害，你们厉害。哎，那个冠军拿了以后，当时得了什么奖励没有？就是国家会给一份奖金，然后地方和国家是同奖，有的地方会给一套房子。有的地方，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山东给没给？给了。对，第一块金牌嘛。什么叫有的地方会给一套房子？就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的地方会给一套房子。一共加起来多少套就不知道。请叫我房霸。啊，在北京有几套？对，咱们北京一套。北京一套比较难，比较限制现在。限制。对，那个嘟嘟来。这位大叔看看认识不？这位大哥哥啊，是我们的刘一伟老师。哎，我有看过很多一伟老师主持的节目。比如那个做菜的有看过。做菜的最早。对，还有那个上幼儿园。对。真的，然后还有那个叫家庭式幽默什么。哦，家庭幽默滑稽滑稽不下，反正就经常在央视看到他的节目。对，嗯，就是你去年春晚，记着了吧？最受欢迎小品，对。还有，我还参加过足球赛。真的吗？还是中国？为什么今天请来谈世界杯聊足球呢？嗯，是因为也是一个非常不太喜欢足球的人。我曾经参加过一场正式的足球赛。哎呦，一场什么时候？中央电视台啊，主持人啊和全国少年冠军，记得菊萍姐姐，全国少年冠军，记得菊萍姐姐来说的吗？嗯，就是那次我们一块踢，我们踢的，对，然后是11-1，11-1我们输了，白岩松进了唯一一个球，白岩松进了，但他踢倒了三个小朋友，就是大力踢，对，透露一下谁踢最烂，最烂啊，对啊。这央视主持人谁踢最烂啊？没有球队里没有最烂，只有更烂。董浩哦，董浩踢最烂。董浩因为他不是踢球，他就是一个球。没有，董浩老师这种眼神看球。对，董浩老师眼神防守。董浩老师的移动不是那么快啊，身形又是这样的哈，你就感觉在球场上有两个球啊，一个大一个小。对，他比较适合碾压呀。碾压。他一场球赛能碰到球吗？嗯。他球赛可以碰得到球吗？他不用碰球，我们也没指望他碰球。他就是凑数了，是吗？靠吸引力把球吸引来。这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儿还有一个大哥哥是吧？大哥哥，黄西大哥哥。这应该。也踢球吗，黄西老师？哎呀，我是。
大学时候最后一次踢球了。大学的时候。对啊。那你这么一说的话，就遥远的那个90年代。40年前了。对，是吧？不，80年代。80年代。对，80年。啊，在吉林大学。对。啊，踢球。对。啊，踢球也踢得很惨。那你后来到了美国，不玩了？美国本来就不玩足球。您别说，我到美国踢过啊，因为是这样，在美国，足球水平特别低，对，所以我们那住那镇上吧，特意从英国请的教练，但一个教练还不够，他需要一些助教，对，但美国人没有会踢的，所以就我这个德行人竟然当了助理教练，看着没有，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本届世界杯美国没进去，原来根在这里，国内娃大有这么一句这个成语嘛，叫美中不足嘛，美国跟中国都不踢足球。是吧？哎呦，我穿那个足球衫来好了，是吧？对啊，我当时跟我儿子还有一个，你看，这也在美国某镇啊，足球队助理教练，对，跟亨利一样啊，亨利现在是比利时队助理教练，对，他是助理教练，是比利时的还是？好，那我们今天啊，这跨界的大组合，待会儿的话题会非常的劲爆，我们先从嘟嘟开始，来，嘟嘟给我们带来世界杯的球文联播，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嘟嘟，欢迎收看今天的世界杯球文联播。本台消息，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克罗地亚队险胜俄罗斯，克罗地亚女总统身穿本国球衣在看台边赚足了眼球。当克罗地亚队反超俄罗斯时，她也不再矜持，而是站起来舞动身体。只是旁边的梅德韦杰夫有些尴尬，索性啊把头转向了另一侧，避开了与女总统的眼神交流。本都觉得俄罗斯总理心里肯定在想，姐妹儿，能不能别在我撕裂的心上狂妄的撒盐啊。据报道，克罗地亚虽然获胜，但在比赛中一位球员在场边喝水的画面被转播镜头捕捉到，但是这个水不是世界杯指定饮品，导致啊克罗地亚足协被国际足联罚款7万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47万元。47万元要是给我多好啊，这个可是够本都我的一套房首付啊。前几天 NBA 球星小托马斯 cosplay 了一把法国球星姆巴佩，托马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他与姆巴佩留着同款发型、同款衣服甚至同款姿势的对比照，哇，并写道，所以我们看起来像吗？哈哈哈。本都在这里正式回答你，真像，都和忍者神龟一样，除了啊他比你高一点，哈哈哈。球文希腊站报道，7月1日 C 罗在世界杯之旅结束后开启了悠闲的度假模式，他和女友乔治娜、爱子米尼罗一起去到了希腊海岛度假。 C 罗还和女友狂秀恩爱，两个人激情热吻，哼，看上去真辣眼睛，乔治娜，快放开 C 罗，让他去练球去。球文八卦记者报道，世界杯不仅是一场大狂欢，还是一位好红娘，大家请看这张图，请注意下面这行字，同事说如果俄罗斯能赢就做我女朋友。其他网友啊友善互动，有的说有戏，有的让他醒醒。直到比赛结束，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在俄罗斯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记者惊喜地发现小兵在说，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同事答应了。真是的，看个世界杯还要被你们喂这么多狗粮。今年的世界杯，东道主俄罗斯惊艳了全世界。但是啊，前两天德国某媒体指控俄罗斯球员，说他们在世界杯期间通过闻氨气的方式来提高运动水平。氨气是不是禁用药物，本都不清楚，但是本都记得氨气好像是那个厕所味儿，很臭很臭，一点就爆炸。怪不得哈，俄罗斯这次在场上那么爆炸。本台小道消息，世界杯进行得如火如荼，可惜啊没有国足。为了提高国家队能力，
有人建议让国足去踢中超。本都好好的想了想，以咱们这个水平啊，踢中超可能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咱们啊得去踢英超。今天的世界杯球文联播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谢谢嘟嘟，给我正好留了一个话口，因为我们本来原来我们三位聊天嘛，我们会请两位嘉宾，但今天我们临时又把黄旭老师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黄旭老师这两天蹭中国足球的热点没蹭好，爆了。这个要说起来哈，这个我特别想跟黄旭这个我们沟通一下，这个其实你们做脱口秀的，你们应该感谢中国足球。你有没有这感受？对，其实中国足球已经滋养了你们很多年了。对，也不光是脱口秀，他没有相声，他没有沾到特别的光啊。我是靠说中国足球起家的，是不是？对，我做东方夜谭2003年，那个时候中国足球随便说，随便说，哎，拿来。那2002年时候成绩不错呢，那时候。对啊，2002年参加世界杯了，可以随便。成绩我可以说。我从2003年开始说，说到2006年的时候，就接到通知。不要说了，不允许我们再拿国足开玩笑了啊！所以你这叫顶风作案。对，我这其实也不是。你看我为什么就我为什么就后来不做脱口秀了？没得说了，不让说中国足球你就没得说了。对，这我们之前也是拿他开过玩笑，对对，也没什么反响。对，没什么反响啊？对，没想到这次点了。对，就你开什么玩笑？更敏感一点。对啊，没没也没什么事，对，也没什么大事。对，就是其实就是不能不养一个玩笑。我认为，就以我这么多年接触到的你们对我们中国足球的这种恶毒攻击来说，这不算一点都不算，已经批判过来人。我作为过来人，我觉得这不算什么，没有超出我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啊。但我说一句公道话啊，我拿他们开的玩笑，远远没有他们对我攻击那么恶毒。啊，不，你到底说什么了？不，这个吧，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啊。你看，你待会儿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看一眼。完了，你就是吊我们胃口。但其实我是这么算的啊，就说这些年啊，就是开中国足球的玩笑，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了。对，但是你别忘了，这会儿是世界杯，中国球迷本来吧，看世界杯的时候心里就窝着一股火，就对中国足球就本来在心里面就有气，是吧？这个时候你再一开他玩笑。可能这帮人就咣就恨铁不成钢，对，大家一开玩笑完了以后。但是我发现这个中国的足球吧，确实那个威力是真大。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中国足球队赢一场球，我们在校园里边游行啊，点着火把，有的时候就拿着椅子什么乱挥啊，那种狂热劲儿，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场球，就是哪场球，因为咱俩同一年上大学，对，87年的10月20号左右，您这记忆，中国队在客场东京2-0赢了日本，进军奥运会，所以大家唰就都出去了，火把呀，狂热劲儿，对，全都点着了。那就是，其实中国足球队最近多少年的成绩不太好，都是为了防火安全。哦，对，有道理。不然的话，你说祖国这么大的，这边点着了怎么办？就完全是因为你们球迷没好好做。对，而且大学生可能要文明观球。对，但是说句实话啊，振兴中华这四个字的这个口号，也是跟体育有关哦。这是遥远的1980年代，当时中国男排在香港的伊丽莎白体育馆。0-2落后3-2击败了当时的南朝鲜排球队，然后北大的学生啊看到了以后，哎呦，心潮澎湃，把那个就是你说的扫帚一点就冲出去了，然后喊出了振兴中华这四个字。你看这都有关系啊，反正后来中国足球确实不争气，就是哎，你也不能这么说啊，这女足还是很厉害的。对，但是不是大家现在主要是面攻击中国男足这事儿吧？我前段时间刚去完瑞士啊，在那个世界杯期间，苏黎世啊，苏黎世，我去参观了非法的总部，
对，我带我女儿去非法总部是吧？对，哦、照相，对，然后就看了很多的他那个名人堂的那个，我跟我女儿讲，这是爸爸曾经见过曾经那个喜欢的队员，贝利呀、苏格拉底呀、普拉蒂尼呀、鲁维尼格呀，都有他们的照片，可以。然后哎，我女儿说，那我要看看中国的，找了好久，找了一圈，女足。中国女足、对，没有任何中国男足的相片，没错，因为1999年中国女足虽然在美国只是拿了亚军啊，但是那届踢得好，踢得好，我们当时都去现场那个助威过，对吧？女足，对，你当时在美国吗？对，因为女性都的就是中国女性都可以去，对，我是推做了手术去的，手术。但你说像中国体操队，拿亚军就是失败，对，这真是啊，是吧？必须拿铜牌。对，我想问一下，您那时候那个怎么处理这个压力呢？我就难以想象，因为所有的竞技体育啊都是从小练，从小练，所以说他就是锻炼心理，就从小就开始锻炼。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科学那么发达，我们那时候的口号是三从一大，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后面才提出了要科学训练。对，就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纯练出来的。所以说，但是现在他可能会更好一些，有康复老师，有心理辅导老师，这样一步一步的给他去疏导。对，那抗压能力就是一步步的来。比如我们在训练当中，我们可能会说，那个刘老师，你今天就休息了，不解说了，你可以休息了。可能他就去了天津，但是马上给你打电话，马上回来。进行训练或者解说，轰就回来，每项一套不能失误。我们就这么锻炼自己的心理。我倒从来不问这些世界冠军怎么去面对压力。因为只有会面对压力的人才可能成为冠军。凡是不会面对压力的人，早就不是冠军。哎，这也有，我这点不敢很多啊。因为我以前最羡慕的人就是那些不太好的鞍马运动员。你有没有发现，就在电视上啊，有些经常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吧，他来个这个姿势啊，这然后大家哗鼓掌。我一看，哎，这个太好了，我以前不要这个。那人家这套动作完成了，人家才这个姿势呢。有时候就从掉下来摔一屁股摔下去，起来以后还是这样。因为他们可能是在享受比赛的过程。对。就他们对自己的成绩，可能他们进决赛已经在对他们这个国家来说已经算是非常棒的。然后他失误了以后，但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比较就招人喜欢，是吧？不，这是规定的结束动作。哦，是吗？你没这动作就算没完，你还得再跳八遍。是这么回事、如果失败的出现这种动作的话，一般都是在表演赛当中。哎呦，是吗？其实，在这个男子的体操里边，鞍马是最难的。对，鞍马是最难的。它长是吧？你问问他。没有，其他项目是越紧张越好比。吊环，因为它有劲儿，一紧张它更好比。但鞍马你越紧张越难比，所以说你就是要甩个胳膊抡开动，就这是最难的，就是经常动不动就掉下来了。这就很矛盾，紧张呢也就会掉下来，不紧张也会掉下来。都是规定的。即使规定动作，你也得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其实都是定好的，没有即兴表演的。我记得我说是他那个。放松劲儿的有点像脱口秀里边即兴来点。我讲个故事啊，我记得2004年吧，是不是？体操队当时那个成绩不太好，没比好啊。那个当时回来以后，我去那个体操队采访，黄宇斌教练带着我，就是他就特别，就是又沮丧吧，又不服。说我们实际上我们水平很高，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发挥出来。然后那帮队员刚从奥运会回来，都在那儿练，咔，都光着的膀子在那儿练。啊，突然间，就咱们那个做鞍马做的特别棒，那个肖青，对，我想起来了，肖青，他就突然间跟肖青说：“你现在上去，把你的奥运会的动作再给我做一遍。”肖青就咔就上去，啪啪坐下来，嘣一落地，对，他说：“你要在奥运会上就这么比，这金牌还能是别人的吗？”你知道吗？就是他就属于随时点。你上去给我做一遍，我天哪！做完，你看我们在这种训练方法到比赛当中还出现失误，还是所以说这个比赛就是太残酷了。对，是就是压力的问题，对，就是可能你得30%都用在心理上，对，70%是技术，对。当大家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层面以后，大家技术已经同质化了，就靠心理了。咱回到，咱回到中国足球啊，其实中国足球。他之所以这个成绩不好，其实还是实力不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主要是怪对方太强。所以呢，中国球迷呢，就由于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一直那么多的感情投入吧，从一开始是爱，后来就变成恨，对，恨完了以后就麻木，
麻木了以后觉得还不行，因为你就算麻木他也老来招你，那怎么办？转型，就开始嘲讽，对，就开始侮辱，来，反正就是说把中国足球就当一个痰盂来去对待了，所以没那么严重，这真的是这样，这叫做你，我告诉你，你不管是谁，开玩笑，你不管是谁啊，你在大街上喊一嗓子，中国男足是吧？如何如何是吧？你看一堆人会给你鼓掌的，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灭中国男足，都是属于政治立场正确，这都可以瞬间获得大家的掌声。你到街上骂谁都有人鼓掌，骂我的鼓掌更多。没，我上回喊了一句骂你黄西，好多人过来问黄西是谁啊？但是呢，就是说。就说，但是到了世界杯期间呢，大家的这个情感又逆转了，你知道吗？日本一表现好，对，韩国一表现好，对，中国人那心里受不了，还是有点不舒服，对吧？毕竟比较邻国了，是啊，对，讲实话，这是中国这个是中国球迷的自身的问题，嗯，因为我就非常坦然，我看日本表现好，我就心里就想，如果中国足球队这次进去了，一定比他们更好，不就完了吗？哦，你这是刘安慰自己。心理状态非常对吧？我觉得这自欺欺人确实有用哈、啊，有用，自我催眠。中国足球啊，中国足球就不应该骂你，不应该指责你，他们应该学习一位榜样，韩乔生先生，人家怎么挤得你，你把他当作荣誉，有时候侮辱、谩骂，也是一种荣誉，对，真的，没有人骂别人啊。对，我还愿意不，对，您这个很佛系，我发现。不，我拿体操再举个例子啊，体操队虽然说拿了那么多的冠军，但是也有失败的时候，对，也有失败，也有失败的。零四一二啊，一六，零四年和2016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中国体操最成功的人就是李宁了吧？对，是吧？对。但是李宁那年亚运会。那个88年，88年奥运会也被骂的，摔下来了吗？是吧？然后回来以后，记什么的都有。那会儿不像现在互联网，直接在网上键盘侠就行了。对，那会儿你知道记什么？记绳子、刀片、臭袜子、对，鞋垫。对，啊，这你问问李宁，收了一堆啊。哦，就是你死去吧，你是吧？你上吊去吧，你太臭了，你怎么能够从这个上面掉下来？你还笑。啊，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他肯定不知道啊，他没看呢。88年的时候有还没你，不是有俩老头你不问你问？但是中国体操队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团队，是因为人家能够扛住这种压力。对，人家就你骂我吧，但我第二年我砰砰砰上去，我拿一堆冠军回来，那你啥话也说不了。对，但是中国男足主要的原因在你骂我呀，你骂我呀，骂完我还输，接着骂我呀，是吧？然后还接着输，这玩意儿就没法说了，对吧？习惯就好了，一定像刘一伟老师一样要佛系习惯。那个刘一伟老师已经习惯了，所以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我反复都强调一点，我就跟中国的这些包括球员教练，我都说，咱现在别还口，还口没意义。你就知道，你就是现在，你就是在公众心目当中就是这么个形象，就这么个地位，好地球啊！真的，说实话，就记住四个字，卧薪尝胆，还没让你真睡在那个席子上，没让你吃苦胆。但是呢，我也得说句公道话啊，我觉得黄老师做的也不对，对，就像什么呢？好有一比啊，对，黄老师娶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太太。对吧？事实上也是，事实上这样。对，事实上也是。我们可以欣赏他的太太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回去就说，老婆，你看你长得不如人家。你在欣赏漂亮的同时，不能够返回来指责自己的不太漂亮。你看那32个队打，跟咱没关系，你就不能够回过头来说咱自己。哦，对吧？欣赏就完了嘛，这俩不挨着。但前提条件是这个是吧？刘妹说话这个是吧？妻子如衣裳，这一看不行，换一件，对不对？这也有可能。我觉得那得换个孩子，啊，孩子，这孩子你换不了。不，这个就中国足球是你的孩子。对呀，这就更好了。既然是自己的孩子，对，孩子再怎么着你也得养他呀。那不行啊。隔壁那家老考这个第一啊，考吉林大学了是吧？上博士了
说你怎么回事？废话，没有我们家垫底，你们家能到第一吗？没有，刘老师，其实中也得，因为足球它是竞技体育的一种啊，竞技这两个字就是看成绩，这是没有办法。对，因为我们足球它有改个方式，看热闹不就完了吗？因为他对他们来说，这他们就去比赛，比赛就是要看成绩。你唯一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没办法不让中国去参加看成绩，你别看外面的成绩，咱看国内比赛成绩不也有第一名啊？但是你一打泰国，你输个1-5怎么办呢？谁没事打泰国呀？以后不打了，闲的呀那得。哎，刘老师，我现在明白。我觉得好多人安排就有问题，闲的就是应该直接进军美国。对，就这个吧，应该跟美国棒球队学。像你看美国棒球队，他年年拿世界棒球冠军。对，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棒球只是在美国国内举行。NBA 一样啊。NBA 也是，对啊，对吧？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是这样的，那个 MLB 啊。他们的冠军不叫美国冠军，对，他们叫世界冠军。对 ，NBA 也是 ，NBA 也是。所以呢，就是美国人就美国人就是他比较那个什么吧，自大一些。对，他的冠军就是世界冠军。对，把中超改成叫世界杯。对，不不不，我不那意思。不，这事靠谱了，叫世界杯就行。哎呦，我靠，终于找着了个解决方案。你们误会，这也有外援。对呀，你们完全误会我的意思。咱们不能够把自己关闭起来。我的意思呢，就不要不要不要，别人可以看，不要去跟泰国。我们中超冠军那个奖杯叫火神杯，改名大力神杯啊，叫更大力神杯，更大力。咱们跟泰国打，对，是错误的选择啊，跟什么韩国打错误选择，日本将来中国队要选择对手，咱直接打巴西，打英格兰，输了应该的啊，对，赢了了不起，你打那个差不多的那个干嘛呀？对吧？那你怎么？我们去过巴西，然后输了个给钱啊，给他不是有钱吗？有一赛是吧？赞助啊，喝白酒啊。你看，说着说着又把中国足球拿出来一顿这个消遣哈。我很真诚的，都看出了你的真诚。对对对，好吧，你说的这个中国足球队的队员都恨不得要改行了是吧？改打乒乓球肯定不行，当厨师行吗？难点儿，难点儿是吧？有点臭啊。好，这个话题我们先放到这儿。我其实还是想说一句啊，对中国足球界的人士来说，除非真正的提高自己的水平啊，跟我们的这个体操队一样，我们动不动就赢球，动不动就拿金牌，那这事儿，否则的话。没办法，对，只能被大家这个一直讥讽下去了。欢迎国足有打理，有本事让你们体操队去踢一个也不行。好了，那个竞争争取。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啊，其实跟在座的各位都有关系，就是什么呢？转型。因为运动员这个职业啊，他不可能干一辈子，干一辈子是吧？从几岁开始练体操？我是5岁，5岁练体操，哪年退的役？我是24，干了20年，将近19年，但还得退。对，24在体操运动员里退役就不算，属于中的，就是在我这一批算比较稍微晚一点，但后面因为随着竞技体育的它不断的科学啊，就寿命也会延长。对对对，就体操运动员以前退役都比较早，对啊，像足球运动员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你看在座的这几位哈，反正都是属于转过型的。现在从这个一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转型为了一个中国体育事业的一个创业者，创业者对啊，现在做跟健身有关系的项目，做跟健身相关的。我听说您是投资人是吧？不光是创业者，就是投资健身嘛，跟健身有关系。哦，是您自己投资还是拿别人投资？不拿钱你怎么创业？自己先投完了以后，然后再拿投资人的钱，做更好更大的事情。自己不掏点怎么能够骗？不是，你看，就这个就像华尔街精英那种路子了吧？对，这脱光。你看，全是这个，是吧？是啊，对，我得这样，是吧？对，我这个确实可以，对吧？我这今天衣服穿的厚，要不然也可以。对，待会儿谈一谈转型的这种感受啊。那黄西更是这样了，你都好好的博士不当，你非搞什么脱口秀呢？对啊，就是博士没做好的。博士没做好的。你看，你是什么学博士？就不想做科学家了。生物化学。好厉害，生物化学不明觉厉，
那会儿天天在实验室干嘛？拿自己做实验就是。啊，听上去像七三幺。对，所以长后来弄得脑子有点就通了。对，变异了以后敢自作多秀吧？不不，你的意思是你在那个实验室里实在觉得没意思了，才去说脱口秀吗？对，反正实验室吧也有，我也拿过什么专利什么的。对呀、啊。但后来我总觉得讲脱口秀有一个优点，就是我讲个段子以后是我自己的。但我那专利，我就发现，如果我自己不申请的话，可能后边也有一些科学家会发现同样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拥有感更强点了，而且更好玩一点。更好玩一点。对对。啊，你看，这就变成了脱口秀演员啊，对，博士。对啊，跨度很大。你能改个行吗？你去当个博士去。现在不晚。现在不晚。我是今天想来听一听，这样的话以后我要是这条路走不下去，我也能够转个型啊。转个型什么的啊、看看什么比较好赚钱。投资人，投资人，一个投资人，一个博士啊。倒觉得当什么博士跟从事什么行业也没关系。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足球运动员，苏格拉底是医学博士。对。就我那踢球。对，人家那是个有用的博士。哎呀，我这个吧还没用的博士，生物化学对啊，但我什么没用、啊？所以我治不了病，就是啊，我治不了病。那不是你们发明的新药不就能治病？对，生物化学可以研究药的，对。现在我不是药神，现在多火呀、啊，是吧？你可以培育病菌啊。生物化学啊，呸！哦，我知道。谁骂你就给他注射那个。这也太狠了，对，这也太狠了。对，但是我们所有人的精力加起来啊，都不如刘一伟的精力多。对，你的精力太复杂了。你到底跟我们说说你有多少身份？咱们看看能不能数出来。对，没有没有，我是一个就干什么都有兴趣，但干什么都不精，我就是一个。其实我个人的经历，你就说你是达芬奇呗，是吧？但是我没有一下子像表现就啊，对啊，我的个人经历啊，其实特别像足球比赛。哎，听听，啊，你看怎么讲？我认为在所有的对抗性的比赛当中，足球比赛是最讲究过程的。你要是不懂欣赏过程，这球没法看。那倒踢完了仨球。打篮球仨都算多的，一百多分是吧？乒乓球。排球，不管是包括橄榄球，任何的对抗性的，它都是分数很高，然后节奏很快。对，只有足球呢，当然你这为什么足球有那么多流氓闲的？他中间没事干啊，他得喝酒，还得骂人，对，他才可能把那漫长的90分钟给填补满了。其实对我的个人经历就差不多，就我就老这东晃晃西晃晃，但是其实成就不大，就进球不多，只是呢晃的时间比较长，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对，不，你是属于那个足球场上的那种全能型选手，就是连包括连守门员这位置都踢过了，就别人看我是吧，好像觉得哎比较精彩啊，耗时比较长，东一趟西一趟，其实没什么成就，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业余的人，没有专业啊。不是，你的人生比别人丰富很多。我这个业余人生是吧，我们的人生这个一辈子，你是十几辈子是吧？你什么都干了，什么都干过，对吧？来，咱们转过头来看看这个，让大家猜一猜。你们看看这几个退役的足球运动员，他们最后都干什么了？是已经干过了还是？对对对，就干过了。干过啊，或者是现在正在干。对对对，这个吉安啊，这是加纳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啊。你们知道他退役以后干什么了吗？我觉得是哪个是当总统的呀？总统应该是乔治维阿吧？对对对，对，乔治来，这个乔治维阿是做了总统，是做哪国家的？利比里亚，利比里亚，那种国家有可能，有可能，你回头看，在大屏幕上看，总统的他这个是从这个台跳的这个转型也太厉害了吧？这总统必须擅长踢足球是吧？运动员转型做政府官员的人很多，挺多的。贝利就做过巴西的体育部长，还那个 AC 米兰的那个卡拉泽副总统，对，副总理，在体育范围内很多，咱们中国也有很多对运动员当了体育官员，当然了，但是真正的就是。袁伟民，对啊，真正从政，你说到一个当一个市长，当一个什么这些少，咱们哪个运动员后来当过市长？这少，这个少吧，这少，对。好，但经商的挺多。来画上，经商。乔治维阿是总统。总统。这个吉安，你们知道他干什么了吗？你们猜猜。
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不先问哪个国家的？来来来看，就这个加拿大，听这名字像个饮料的名字。是是，对。这个长得跟上面那个总统好像啊。看看西安，我觉得应该是影帝吗？影帝是吧？不会，哪国家的？加拿大。加纳那电影业不发达。哦，那要是印度的行。对，尹尔汗是影帝吧？哦，我感觉也是啊。对，伊尔汗是土耳其的。跟阿米尔汗一起的，我觉得。土耳其的啊，我觉得他应该是，航空公司。来，什么？画上。啊，哎，你怎么猜对的？看面相啊。真假？伊尔汗航空公司。真的？这个我不知道。真的真的真的。加纳远。哦，就必须来中国得飞是吧？啊，走哪都得飞。坎通纳应该是。他其实在中国也踢过球，但是呢，他这个长期在欧洲效力，还是积累了很大一笔财富。他在航空公司。然后回加拿大之后啊，什么都干，各种像你一样也做投资。哦。然后，包括航空公司都做。他就是加纳的刘以为老师是吧？对，什么都干。在相对生活水平不高的国家，你到欧洲挣一大笔钱回去开航空公司，对，他有可能。新的航空公司啊，然后他还干过什么水利、交通、房地产、矿产，反正还开学生宿舍。你居然没被抓起来？没有，非洲球星能看的事儿，真是啊，以后大老板了啊！你刚才说那伊尔汗，你们知道干嘛的吗？应该是伊尔汗是这个土耳其的，对，土耳其的花样滑冰，哎，哇，小伟说对了，啊，花样滑冰，就这哥们儿，帅哥，啊，看没有？那他小时候一定滑过冰，对，哦，这个运动员他不可能说三十多岁在练吗？没有，国外的运动员，反正美国运动员基本上他是会选择很多种运动，就和那个詹姆斯，他是那个橄榄球，也是橄榄球，也是非常牛的，对，但是他选择了篮球，对，艾弗森也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啊，到底打篮球还是打橄榄球？橄榄球打得也特好，篮球也特好，最后就没办法问教练，教练说。你还是打篮球吧。库里还参加了他美巡赛，高尔夫的美巡赛。对，库里那个乔丹退役以后，那很烂，打棒球就打棒球去了。你别管他烂不烂，但是他去能打这个职业的，职业对啊，那很厉害了。他退役之前打的，后来打了几年不太成功，又回去，又拿了三连冠。对，这很神一个人。来再看，西多夫珠宝公司。珠宝公司，西多夫珠宝公司，对，西多夫。其实西多夫啊，前两天还在中国踢球呢。对，他那个在深圳还当了一段时间的主教练，后来没法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就这球员发现是他踢的比自己还好，就是西多夫在场上就是过中国队这个现在的现役国脚一过一个零，那不正好当教练吗？他就耽误事儿啊，是吧？咱们是不能这么说，古词了，现在是吧？哎，为什么？那踢得好，他应该当教练。他确实踢得好，踢得好，的确是。那就示范，你跟他学就好了呀。哎，就学不到嘛。咱们这样，学到。咱们还是集中精力猜猜谁当影帝吧。要坎通纳就是坎通纳呀！我来猜，坎通纳。你来猜，拍过电影，拍过广告，坎是吗？坎通纳，坎通纳。法国的，这曼联的球星，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球星，对，球星。坎通纳呢，他是什么呀？就属于那种桀骜不驯的，啊，突然间有一天，就跟你一样，哎，坎通纳跟你一样，真的跟你一样，坎通纳就是突然间有一天就跟那个福格森说，我退役了，福格森说。你神经病啊！你现在踢得这么好，你还能踢好多年呢，我还指着你拿好多冠军呢。不玩了，突然间就不去了。哇！我化学博士不当了啊，我去说脱口秀去啊。坎通纳就转型了，就是这样的。他这个影帝的话是怎么讲解释？然后呢，他就在法国就开始拍电影啊，然后还获奖啊。哦，是吗？啊，那哇，他拍了不少广告，对，拍的还挺好。人家没有说是在国际影展。得影帝哦，中国到处影帝多的是，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后来对足球还是割舍不下，又踢沙滩足球，哦，然后带着法国沙滩足球队又拿了世界冠军什么的。沙滩不都弹球吗？没有，那个那是咱们啊，人家的沙滩这真是就是真踢球，而且是不穿衣服的，对。啊不，上身不穿哦，你这说话大喘气，我还兴奋了一阵，穿裤子哦，对啊，我这终于我的项目，关键是沙滩足球那个动作太漂亮了，全都是那种倒
老姑啊，那种灵姑啊，啊不怕，因为他不怕摔，不怕摔啊，确实特别漂亮。他有沙滩排球好看吗？哎，没有，因为沙滩排球都是女的。对对，不是沙滩排球也有吗？我没看过，因为这就说对了，对，但是美国的沙滩排球是特别受欢迎的，是吧？对，基本都是大家看女孩喜欢。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漂亮嘛，啊，穿得上嘛。还有那个球也好看，我主要看球，它球那个五颜六色。哎，沙滩排球那球啊，五颜六色的，好看。你自己买个球在家看呗，用看电视吗？这个，我不会像你那样，我就看那球。这个，接下来我得问一下，这个转型很容易吗？其实要是你真的跨界的话，可能不容易。像这些都是他正儿八经的跟体育没有关系的。对，相对来说，我们就是中国的体育运动员干的基本上和自己就是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关系的。对，所以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好一些。当然最难的就是你运动员是在封闭的长大的，可能他出去谈判啊、说话呀、或者他的相关的业务知识啊，可能会欠缺一点。再加上最主要就是资金。这块是肯定是非常，他们这所以国外的运动员啊，他都有一个专门的经纪团队，对，他会有一个就帮你打理，他有可能有律师，有营养师，有专门做生活的上的，就是你退役以后你要从事商业活动，有专门从事融资的，推广的，经营的，配套系统的，法律的啊，都是有。但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像他们这些运动员和国外的运动员不太一样。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专业队了，是举国体制嘛，他很小就进入专业队了，他不生活在家里，他没有跟家人怎么在一起生活，所以以后得跟这个咱们国家的专业团队啊，提个建议，就从五岁进去以后，除了培训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外，对，同时呢每周上两堂金融课。啊，上两堂金融课，对吧？你这而是大家练很累了，就没有那么大。那会儿没工夫上课啊，也有，但是基本上未雨绸缪，对，一颗红心两个准备。不，你看，但是同样是这种模式啊，但是美国的模式是不一样的。美国的体操运动员都是属于俱乐部的，俱乐部啊，但是呢，孩子们都是在家里待着的，对，他不会说很早的就把他们集中起来。所以说，他们就是美国在以前体操是他飘忽不定，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要选择大学，是的，他要这个大学有没有体操，要没有体操的话，可能他就算了，对。但是呢，也可能有水平很高，水平很高啊，就很高，对。所以美国队动不动是世界冠军，也可能就是突然间前十都见不着了。你看男队好一段，但女队所以人家那个原来我们都知道奥运会比赛，它是建立在一个业余的基础上，是的，叫职业比赛。以前篮球不让参加嘛，他们对，其实运动员转型不容易，不容易。你这转型容易吗？我觉得也挺难的，也不容易。但是好在吧，脱口秀呢，它不像相声，也是像很多是从小培养，五六岁开始的。脱口秀演员基本都是从其他行业里边过来的。我开始的时候我是搞生物化学的。对呀、啊。我们里边太跨界了。对，还有个学会计的。有一个是专门开五金店的。五金。对，甚至还有个从监狱出来的也在里边讲的。反正就是自由竞争吧，谁讲得好谁。反正是大学里没有脱口秀这个专业。没有，没有吧？对。到至今都没有。至今全世界都没有。对。对啊，就所以说就完全靠实战。对，完全。在俱乐部里边就一场这么讲，稍微讲点名气以后再去电视上讲，都是这么。去进白宫讲的时候紧张吗？有没有他们参加奥运会的感觉？那时候可能是最紧张一次吧，就是因为不会吧，因为你到那儿算最会讲的。对吧？对，也其实也不是跟他们这帮政治家在一块儿，你是最说实话的人，怕什么呀？但是这样，就是紧张的原因吧，有好几个，因为当时是有2400多个观众，里边包括议员、法官，还有各大电视台的名嘴都在底下坐。哦，对，主持人们都在下边。对，然后我在台上吧，我就经常能看见那些人，我还得在台上吃顿饭。那我坐主席台上，然后大家还得看着我在那切肉在吃，就整个那个过程就特别倒胃口，然后吃完了以后再上去讲，反正是非常紧张一次。那谁给你翻译啊？对呀、啊，人家用英文讲行吧？啊，用英文讲的。哦，对。你以为他讲中文，然后大家哈哈乐？所以哦，下面人都是礼貌性的鼓掌。对，所以他的英文不容易。不是，我讲英文也需要翻译。真假的？
这口音太重怎么办？对，要说起来，其实刘仪伟是跨界最容易的，就刚才说了，他游走于各个位置之间，然后也不经意之间，编剧、厨师、主持人、演员、小品，你还干过什么？就反正就拍电影，拍电影。我们其实导演，我们做什么都是跟着更前卫的国家学，比如说脱口秀这事儿啊。我在中国是做第一档脱口秀，那也就是因为掌声鼓励，确实很不容易。那也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美国有这么一个表现形式，每一天把发生过的时事，老百姓关心的事儿，用你个人的另一样的视角，像讲笑话一样把它讲出来，来宣泄大家心里的压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就照着人家的模式来做了一个。其实这个脱口秀这仨字儿也都很奇怪，也不是我们内地人翻译的。对，这应该是香港人吧？对，香港人是吧？对，哪是脱口就秀啊？对，那个是有很多的人，一块儿研究文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出来的。没错，没错，任何一句话都是经过精心的推敲的。多一个字儿不行，少一个不行，对，甚至你对着镜子都得练好多遍。没错，没那么容易的啊。所以说，所有东西都是功不可没，如隔山。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在街头呢也进行了一个采访，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将来会不会让你自己的孩子踢球或者参与体育运动？听听我们中国的家长们都怎么说。如果有可能让他去当一个运动员，我尽量会去让他当。让踢球绝对支持，得看他想做什么。我应该不会支持他，看他的爱好吧。就是现在中国还讲究快乐足球吗？不会，很累，对身体压力很大。孩子喜欢，我肯定会赞同人家。因为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还是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如果他有这方面的爱好或者有这方面天赋的话，其实我还是挺支持的。如果他喜欢的话，他当然可以按这个方向发展，但我不会刻意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对于足球这方面的话，我可能还去考虑一下吧，因为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很多东西还不是太成熟。男生的话可能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踢球。不会刻意培养，运动员还是很辛苦，不会刻意培养，但会支持。不会，就只会当做一个业余爱好吧。我觉得主要看兴趣，如果他的兴趣在这儿的话，我肯定不会反对。对，这个看他自己喜欢什么吧。我觉得比这个要用。好，我们这一边这个听着接彩呢，一边还在聊啊。我问个问题，就是你们家闺女，你会让她主动的参与这个体育运动吗？会啊。你现在有没有？他现在会跳舞，他也算是体育运动之一。他也踢过足球，踢过球啊！而且在北京的那个校际比赛里面还进过俩球。哎呦，那还不错嘛！对，是这个校园足球啊，对对对，接触到足球了是吧？对对对。哦，那你呢？我是一个11岁儿子啊，他现在喜欢篮球。打吗？也打，对，但是反正也参加校际比赛啊。但是足球他喜欢过一阵儿。他多高啊？他身高1.5米左右啊。这因为11岁嘛，对，还可以，不算矮了。对，还可以吧，就是。我都希望他长更高点吧。是，千万别像我这样的。你什么代？你比我高可以了。我是肯定让孩子不一定跟相关跟体育有关系的。你会让他们是吧？如果是我们是专业的嘛，我们就想就从小给他培养叫体适课，对，锻炼什么课？叫体适课，在国美国叫解释就什么叫体能的体，完了适应的适，体适课，身体适应课，对，因为现在这个在美国叫小运动馆，就里面是很多跟儿童有关系的一些小器械，让他锻炼自己的四肢，完开发大脑。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少年宫。你不知道吧？少年宫现在是中国刚刚开始做类似的这种项目，现在谁在创这个业？杨威。啊，杨威在做，杨威在做这个。哎，少年宫里边有足球吗？没有，少年宫都是以表演为主。对，少年宫以文艺说的，琴棋书画，琴棋书画。这个我去过少年宫，那我以为这么多年应该变一变了。没有，中国叫体校，可以送到体校。体校里边。啊，其实我在这儿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知识啊。
2到11岁的孩子，嗯，是你培养他的运动能力的最好的一个阶段，明白？人的大概十几个运动功能，都是在2岁到11岁之间有那种敏感期。嗯，你敏感期的时候，你去刺激他，你去培养他，他就能够很好的去发展自己的这一项的能力。比如说你弹跳好，如果在敏感期的时候刺激，那他你可能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嗯，所以呢，2到11岁的孩子一定是要经常性的参与各种运动的。这个在我们国家比较困难，比较困难是吧？对，因为我这一步一步见证孩子长大啊，绝大多数的学校，比如说体育运动，你去看体育课程有多少？对。第二，下课以后都不让跑。那对，没错，明文规定不许跑。对。第三，回到家里来做作业，课外班，对，家长也不让孩子连下楼跑跑都不行，是怕摔了，怕碰了。对，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确实是这样。而且各个城市里边，你看看，运动场地太少。对，你想去跟能有一块跑步的地方都已经很好了，对啊，都是好学校了。有点场地也被广场舞给占了，所以就很难锻炼个什么事。好多地方、就是、不，广场舞还属于老同志们的运动啊，我觉得人家在运动啊，人家年轻的时候没运动，人家老了运动。特别奇怪啊，你看到一大片绿地，孩子不许上，对，禁止入内，禁止入内，怕说把草给踩了。对，对啊，草是。但是我是从小让我儿子踢球的，我是从小让我儿子，反正我不管你们说的，我不管谁跟我说什么奥数啊什么，我先让他踢球，我说你先给我踢球，好好玩啊，我觉得踢球能教会他很多东西，比如说。可以跟小伙伴们很好的沟通交流，沟通什么？因为足球场上经常培养情商感，是啊，对吧？然后有一天下大雪，一推门，我一看又下大雪了，今天要训练，我问他你去不去啊？他看着我，小孩很聪明的，就是他知道我希望他去，但是我也不说啊。他说那我去，马上鼓掌，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棒啊，就去了。然后呢，那一天。所有的孩子没来，只有他一个去了。三个教练陪着他，一个孩子在那个雪地上玩哦，他开心的不得了。回来我继续给他鼓掌，培养什么呀？挑战这种困难的这种能力，是吧？然后呢，沟通能力什么各方面能力都特别好。我儿子现在15岁了，踢了10年球了。哎，随便去哪个学校就能进校队，他自己也很开心。哦，那个女孩子也喜欢他，哎，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对，我就想学习也没耽误。对啊，我就想叫我儿子成为这种男孩。但现在中国的家长也好，教育制度也好，我们总是目的性太强。对，我不相信刘先生说他儿子15岁踢得好，将来是要打专业。没有，能打就打，打不了无所谓的。可是我们现在就想。很多人想说啊，从小送孩子去学体操、学踢球，将来能干这行吗？对，太而且付出那么多的辛劳，所以为什么现在学表演的多呀？这不用费那么大劲，对吧？而且现在你看，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现在的年轻人说长大了要干什么？65%的人说当网红，这更不要当网红，这更不费劲。对，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在寻找一个。不怎么劳便有很大收获的路径，我觉得这个吧，真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哎，我就想加一句啊，刚才刘老师说那个叫儿子参加体育活动，尤其团队活动非常重要。就是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很多人抱怨说，为什么我们亚洲人在美国光干就是体力活儿或脑力劳动，但很少能够到管理阶层。是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从小到大很少做体育活动。你在美国上管理阶层的那些很多人都是一起玩橄榄球，对，一起玩棒球，所以他有这个团队意识，而且沟通也方便。对，非常重要一点。没错，其实体育就是教会了你在团队当中如何更好的存在。对啊，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好，本节目是由吃辣喝的酒梁璐独家冠名播出。吃辣喝酒选梁璐，身体少难受，吃辣更过瘾。本节目由思威汽车特约播映，私聊世界杯，意式轻车，德系品质 SWM。思威汽车从意大利而来，为全球而生。本节目由金霸男装特约播映，穿金霸男装聊啥都有型。我们刚才这个聊了聊这个转型啊，包括孩子们怎么去从小培养一种运动这种习惯，其实为他未来面对人生
其实是提供了很多基础的这种素质，对吧？你哪知道这个人生会发生什么改变、啊、尤其是面对困难，面对坎坷，没错没错没错。嗯，嘟嘟，你将来你预想过自己会转型吗？会有啊、哎、参加男足。但是我还是现在处于一个迷茫，因为我也不知道以后到底就是会转成什么样子，在摸索嘛。你将来想当网红吗？他现在已经是网红了。我跟你开玩笑，这已经是了。但是我已经记下了，2到11岁，2到11岁是培养孩子那个运动敏感的那个期间。太好了，记住啊，记住叔这句话啊，对你将来当妈妈有好处啊。但我觉得吧，说句公道话啊，这嘟嘟这么年轻，你要问他将来做什么，他可能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但讲实话，公平点，我们这个年纪了，你问我们将来应该做什么，我们可能也说不出来。变数都很大。你是在说我吗？你是在说我吗？我是说我自己啊。就很多时候大人哦，我听出来了。对那你这么说就不地道。不是不厚道。我相信你未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对。我反正现在待业在家，你怎么着？你给我找工作呀，还是怎么着？哎，我曾经转型不易啊。我曾经见到个60多岁的人跟我讲，他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这辈子该干什么。60多不知道干什么。60多，对，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大人一看见小孩就问，你将来想干什么呀，孩子？对，自己没主意了。他自己没主意了。想姜子牙在那儿钓鱼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哦，对啊，对啊，对吧？要不是周文王来请他，他还那儿钓鱼呢，就是吧？还在那儿思考人生呢。错了，应该干什么？至少钱在那儿钓鱼，船到桥头自然直。刘备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我们老刘家，是吧？你跟我们说说，你转型里面遇到过一些困难吗？就是我们其实运动员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面对退役后，面对运动员，退役以后，对，面对投资人，他会问你很多专业问题，这是其实最大的问题，因为你缺钱。对，你缺钱就要去找投资人，投资人就会问你很多专业问题，比如你的项目，你的发展怎么样？你的前景怎么样？你的人员、你的财力啊，然后你以后想怎样？这个都是你需要去面对的。你的 BP 是什么样？对，那商业模式是什么样？所以还是要先建立团队。你想想，我第一次那个在台上讲我们 PT 的时候，下面投资人就问了一个，我第一次上台就是你大概融多少，想融多少钱？你这个钱怎么算出来的？我一问就懵了，我回答不出来，我哪知道我融多少钱？我只知道，只是让我讲一下 PPT， 我们公司在干什么的。你想融多少钱？那你 OK， 你想融300万，那你这300万要干什么用？然后你布置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300万，而且这我印象很深，就在中关村，就在中关村，是吧？一帮的创业人士都在那儿，我上去，他们体操队有创业的传统。对，从李宁开始。那我想问，那后来是怎么决定说可以发展就是健身这一块？因为那时候中国体育产业刚刚开放，然后就大家就是很多运动员就是跳出体制，对，完了投入到这个创业的阶段里面，有足球就搞足球的，对，你像我跟你说几个，有彭博跳水的那奥运冠军，他搞足球了，对，他什么做国际米兰的这个是一个什么学校，对，然后再早一些呢，就是像李宁啊、邓亚萍啊、李小双啊，他们做的相对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对，然后我们这一批小双现在少了哈，小双做茶。现在在做茶，对，做那个喝茶，他原来也有运动品牌吗？有李小双牌，对，有一个李小双的品牌，对。但然后就是出来，像我们就出来做，就不同的领域，大家做。像我们那就是太不容易，他有他的优势，对。他上面讲完说要多少钱，嫩那儿了，下面，哎，王总，这哥们啥都不明白，咱该投点，对，奥运冠军，也得投点是吧？人家有成功的经历啊，对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就是不管你多成功，放下身段，完了以后做一件事情，没错，就把你的这种荣誉啊，只是挂在墙上的，对。然后，但是你要是做的事，还要从脚踏实地。对，这个别的行业做投资啊，跟那个影视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影视行业的在行业内投资啊，嗯，它其实是你不得不让他投资，因为你做一个学校，或者做一个产业，它都是实体，只有影视行业它是完全是创意行业，而且呢，你一年拍3部电影，这3部电影都各不相同，
对，剧本不同，导演不同，演员不同，对，所以呢，当一个演员在这个导演或者演员在这部戏里面占据的比例比较大的时候，他有话语权，而且呢，他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很多年，他有个基本的判断力，就知道哎，这部电影能不能赚钱，只要他判断能赚钱，我不要片酬，我必须投资。说不行，老板判断这也挣钱啊，说我不让你投资，我不演。哦，还有这种情况，哎，那你就不得不让他投进去。哦，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还特逗，深情的在回忆这个煤老板投资时代。啊，说煤老板啊，那个简单，就问女演员漂亮不漂亮，其他的啥事都不管。说了煤老板有安全意识，不要干预导演的工作哟，是吧？一干预工作的话，很可能出矿难啊，对吧？对啊，就哎，那女演员漂亮吗？嘟嘟漂亮吗？是吧？就问这就完了。结果后来房地产老板就不一样了，房地产老板就得管得更细了，是吧？你这投到哪儿啊？怎么弄啊？这开始问了。现在互联网就更麻烦了，大数据啊 ，IP。也全来了，对吧？对，你看，这每个人转型都不容易，对吧？那个，你那个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也不容易吧？我听说也得到外边拉人去啊。哦，对对，哎呀，开始吧，送票，不是送票还简单点儿。那个俱乐部呢，为了底下有观众，新演员你必须得自己带观众进去啊。他们要消费吗？对啊，得消费啊。那要发传单吗？拉人啊，传单那是简单事儿了，但你得自己带亲戚朋友去。啊！当时我在那边也没啥，没有太多亲戚朋友，那就我老婆这一次就用完了，这没办法，就在大街上拉人进去。啊，你想不想看脱口秀？他说想看。我说那你能不能进去说是来看我的？啊，有些人他说没问题，有些人还挺不高兴，你这不叫我撒谎吗？挺多不答应的，是吧？对，都反正争取机会都不容易。哎，好。这个每个行业这个转型其实都不容易，都有坎，是吧？像我这啊，这个好端端的跑出来是吧？现在待业了是吧？我现在也在想，你这转型，我这转型，你当领导这个跟我们完全都不一样，嗯，对吧？就是一个他这个转型转得特别好，啊，一个体制内的啊，掌握话语权的人，嗯，突然间跑到一个体制外的企业，去掌握财权。啊，那你说，然后又不是自己钱，想怎么花，人财两空吧。来，接下来我给大家出几道题啊，嗯，就是这是让你们这个给提建议的啊。哦，梅西，嗯啊，这届世界杯打完，反正还能再踢两年，但是也面临着这个接下来就要退役了。嗯，退役之后干什么？你觉得他干什么合适？梅西，哎，他不是就定了吗？干什么呀？卖牛奶啊。梅西卖牛奶，哦，太好了啊！后半生就为中国儿童的这个牛奶事业这个做贡献了。对呀，对呀，然后他的口号说的特别好，喝这个牛奶长得都比我高啊！对，我就是因为没有从小喝啊，哪天。当当当一敲门，打开一看是梅西给你送牛奶，不要吃惊哦。哎，这个好，梅西找着工作了，那 C 罗怎么办啊？C 罗就是总裁啊，总裁。你的意思就是让对、啊、他到处投资啊 ，C 罗啊现在。那你弄个公司让他来当总裁，好是吧？嗯、C 罗估计那个融资能力会比较强，嗯、啊，实在不行，流量非常大，对对，自带最大的网红。现在奶爸算不算是职业呀、啊？奶爸，对啊。C 罗当奶爸，对啊，那有点太可惜了吧？这么好的身材，他现在倒是好几个，他要当奶爸还得问梅西要奶，对呀，这不正好吗？不会，免费牛奶。不过这届世界杯的很多一些新一代的球星，确实以后很比较容易好找工作啊。对，就为什么这么讲啊？不，梅西啊，我觉得他其实他回阿根廷也不容易了。客观的说，他可能未来做巴塞罗那这个俱乐部和这个城市的形象代言人，因为当个那个就这个吉祥物，因为他比较内向，对，一辈子比较内向，我觉得当教练肯定教练他对吧？当教练的没有那么张扬的个性。C 罗，你觉得 C 罗干嘛？当导演？当不是当演员？哦，可以当演员，就是演那种霸道。对，你看这行吗？本色出演，这行吗？这个比较演偶像剧，演动作片，这个演动作片，对，演动作片，像那个史泰龙也不说话，上来就咣咣打。那个贝克汉姆到现在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转型为一个好的演员啊，这个还是不容易，就他自己太本色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完全从他们这种
这种演员，你看施瓦辛格是另外一回事，他那不叫运动员，他就是健身嘛。对。转过来成为一个优秀演员的还是少。比较少、嗯、是吧？比较少。是因为他的那个形象已经太根深蒂固了吗？啊、就是踢足球的形象，对，大家就觉得你就是一个球星。对，其实他就是他太自己了，就是他这么多年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嗯、突然间你让他去演别人，对、嗯，但我觉得吧，还这个关键还是一个导演和剧本的事儿。你说那个，巨石强森呢？你看他的电影，其实他演技也真不怎么样、啊，真的。但你看的电影吧，就确实好玩，因为他把那角色写的就跟他这个人物个性非常匹配，就本色出演、啊。对，本色出演就行了。所以我就觉得 C 罗完全可以演电影。但是是这样的，嗯、就像 C 罗这样的、嗯、帅哥，嗯，在演员堆里，嗯，并不罕见。嗯，强森那样的大块头在演员堆里不多。哦，所以他是稀缺产品。但是你将来等他那个价码下来的时候，你聘他做一个那个、嗯、这个你的那个形象代言人可以是吧、嗯、这体脂率只有7%，对啊，而且没有纹身啊，没有纹身，非常健康。哎，我想问一下，好奇啊，刚才大家怎么觉得他回不了阿根廷了呢？不，那是梅西，梅西，梅西，梅西是因为他从小就已经生活在巴塞罗那这个城市了。哦，他是从那个他的意思不是说他回不了阿根廷，说他可能不会回阿根廷生活。我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没拿冠军，不让回去了，对不对？还这么残酷？对，他是双重国籍。哎，下一个人，下一个更有意思了。内马尔，你们觉得他退役以后干什么？哦，卖面条，训狗师。为啥？嗯，滚，是吧？哎，这个工作好啊，对啊，滚，是吧？就对，大家都爱看自己宠物打滚，是吧？对，我特别不同意你们这种说法。嗯，我觉得打滚是足球比赛精彩的一部分。嗯，那么乏味的比赛，如果没有内马尔打几个滚，还有什么好看的啊？嗯，对吧？对，但大家都打滚，足球。足球这届世界杯足球赛、嗯、我认为不好看，不好看就在于它的艺术性完全没有了。我们小时候看的足球，因为你越是那么长时间的对抗，没有几个进球，我们越要看过程，这个过程一定要有艺术性。过去我们看足球是看艺术，它是一种表演，现在技术完全凌驾于艺术之上，就像现看这届世界杯、嗯、就像听机器人给你写一段音乐一样啊，不好听啊。那没有了艺术，我们总得有点趣味吧？啊，幸亏有内马尔给点趣味，嗯、否则的话，整届世界杯索然寡味啊！对，对不对？我觉得内马尔用他自己的声誉在为本届世界杯贡献最灿烂的瞬间，你们居然嘲笑人家？我们在嘲笑，我们在说他，我们在帮他找工作呀，这不是嘲笑啊？那怎么叫训狗啊？那我问一下。这个内马尔居然为这个世界体操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因为弄出了一个内马尔滚，是吧？嗯，你说这挺不容易的。你想他们运动员啊，嗯，能够有一个动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是非常非常难。那样说，我还很容易弄一个呢。你怎么着？你想叫刘一伟滚蛋？那不是？那你问问他吧。这个中国体操里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动作不太多吧？嗯。很难，很难吧？要世界上没有，对，这个就没有经过精心策划。哎呦，你要想要这个，你现在就参加比赛，每回都掉下来，每回都掉下来，过三年你叫做形而萎掉，主要就是不给你机会了，对对对，形而萎衰，这个好办啊。这个有人说内马尔啊，这个等退役了以后去做那个要账公司的，什么公司？要账公司，黑社会，要账，我就一上班，哎。嘟嘟，那个你欠那个奥伟的那钱什么时候还啊？嘟嘟说滚，然后是吧？然后又去了，说刘伟，你欠他的钱什么时候滚？又滚了，是吧？这要找公司，要找公司啊！这是这个有人给出的主意。哎，这个姆巴佩呢？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看这哥们儿，你们觉得他还年轻啊？他且还对啊，人家那么小，我们都问他想退役之后要干嘛了？回原籍开航空公司。也开航空公司啊？回原籍，我怎么觉得他应该算命啊？啊，为什么要算命啊？对，你看看他那个姿势，一手把着那麦啊，闭着眼睛跟你讲你将来会怎么样。哦，这动作是吧？对对，挺有算命的范儿。其实他呀，挺适合那个卡通人物的。
哦，是吗？忍者神龟是吧？对，你现实版太像了。忍者神龟基本上就是这张还不像，把戴上眼镜，有的戴上眼镜的也特别像，根本不用画，直接演啊。对啊，特别合适。忍者神龟算命。啊！现在忍者神龟出两集、第二集了，所以后面就可以他去演。退役以后他就可以演真人版。对、嗯，您觉得当演员是吧？可以当演员。好，速度又快。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上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一个脱口秀运动员啊，来跟你们表演表演啊！对，来，我们请上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蒙恩，进入酒后。哇塞！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梁璐酒后吐真言，北托的，敢在我们面前表演。今天啊，这又给你请来两个大佬，是是是，不敢不敢。你紧张不紧张吧？我不紧张，有您垫在这儿呢，我紧张什么？对，黄西老师好，李维老师好，奥伟哥好，你好。刘叔好，真的，我现在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不是为足球而办的，是为我而办的。接二连三，我们请来了各位脱口秀大咖和前辈。是这样的，我们之前请来现在是尉迟琳佳，然后海洋，然后刘亦维老师到黄西老师，全是脱口秀的这个前辈。海洋是谁？啊，海洋是谁？海洋在家里哭啊，他不重要，他不重要了，总之就是一个比一个老了，真是。而且我就感觉就是建宏老师，您是在侧面的旁敲侧击我说脱口秀这个职业没什么发展嘛，请来这么一个又一个，而且今天还要聊转型。你说我一个年纪轻轻的脱口秀演员，我还没定型呢，跟你们聊转型，聊得我很慌张。哎呀，说的不错，不错，不错，说不错。谢谢。这讲完了，讲完了。我告诉你，挺好一个脱口秀演员，下一步是知道是挺好一个工作是什么？为什么？观众。观众，我就是从观众上来的，是吧？真的是这样，从观众中来到观众中去。对，可能您不知道，就是走到群众。我真的是看了黄西老师的表演之后，决定从事脱口秀的。很多人，中国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是看了黄西的表演之后，决定从事脱口秀，是吧？就是因为发现这个职业真的没什么门槛，就可以这样的。然后，但是黄西老师不愧是脱口秀界的元老级人物。你像前段时间是不是发了个微博，引发了很多波澜嘛？对，真的是一条微博就达到了这个脱口秀表演的最高境界，就是讲一个笑话惹毛了一群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就吐槽了一下国足，引来了很多的争议。就是球迷骂我就不说了，就很正常，球迷们都爱发泄一些情绪。但是引来了很多号称专业人士的这样的声讨和谩骂。我觉得就是一群内行人去质疑一个外行人的一句话，这件事就特别不内行。是不是这样？你就看我们建宏老师主持这么多年，让骂了多少回了？说主持烂，建宏老师什么时候当面反击过？都是蒙在被子里面扎那小纸人，对吧？你再看黄西老师，假如有人在网上骂说黄西老师脱口秀说的烂，黄西老师可能在网上跟他对骂反击吗？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已经没人想看黄西老师的主持脱口秀节目了。但是这个这件事啊，就是其实说明了两件事，是吧？第一件事就是国足的嘴比国足的脚都厉害，是吧？吵架吵得赢脱口秀演员，踢足球踢不赢别的队，对不对？第二件事说明什么？第二件事就说明啊，这个国足他这个外行对于内行的界定啊不是很清楚。国足他挑打嘴炮的人，他都得挑软柿子捏，是吧？其实就是那些人骂你，专业人士骂你，不是因为您外行，也不是因为您提的什么意见，就是逮着了好不容易逮着一个能骂的，真的。就是外行人那么多，在中国这块有多少外行人坐在办公室里面管理的中国足球管理的跟开玩笑一样，对吧？你们怎么不找他们麻烦去啊？这句这句要鼓掌，这句对吧？啊，把这逮着是刘建宏让你说的吧？准备到国足那边去当领导吗？这个万一那儿有空缺呢？就是外行人的吐槽和外行人的管理哪个伤害更大？你们不明白吗？对不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件事影响力也非常之大，影响力最大的地方在哪儿呢？哎，就是这个黄西老师终于又有节目可以上了，终于有人邀请你做节目了，是吧？哎呦，黄西老师聊再变四位，对，抓住了世界杯的小尾巴。你骂谁？其实说完这个事儿呢，其实算一个小插曲。我们本来开始说的是请来的刘亦维老师。哦，原来你的段子都针对我的，对对，临时改名了，就是我这冤枉。对，排第二就该说刘亦维老师，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看刘亦维老师节目也是那个天天饮食，对吧？就是我们家当年是怎么看这个节目呢？就是我妈，我们家是这样，我妈做饭，然后我爸在旁边指导。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妈就打开电视机让我爸说你看这个节目，而且还点名你好好看看这个主持人。我爸看完之后说哎这什么意思呀，我妈就说了你现在知道我做饭的时候你在旁边叨叨叨有多讨厌厌了吧。太讨厌了。其实说到做饭是吧，小伟大哥，小伟大哥是山东人，作为山东人应该是经常吃面食，但是在邢万伟老师家里面他是只可以吃面食不可以做面食。为什么呢，就是害怕邢万伟老师这个双手啊一沾上面粉啊双脚就离地了，就动起来了。对，动起来满天飞了，这管不住。然后再一个，邢万伟老师我记得之前有个资料就是您是通过报纸上看到足球然后爱上了足球，对，然后选择当了一名体操运动员。你就当你当报社记者我也都认了，你当体操运动员选择道路很重要。 对，道路真的很重要。我其实也很明白您的想法。哎，你这回头得给我好好说说这个选择很重要。对，我这样就跟您说了，刘叔，选择为什么很重要，因为邢万伟大哥叫从事在中国从事一名运动员，他绝对虽然他热爱足球但他绝对不会从事足球。为什么呢，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写在报纸上。体操运动员多风光啊，一上头条啊全是金牌。 对，啊，对吧。哎，怎么又聊到这个足球了呢，咱们这个节目不应该聊足球的，我们还接着说刘一伟老师。然后刘一伟老师过去了吗？对，就回来了。刘一伟老师我看的第二档节目是东方夜谭。嗯，这个真的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档节目，而且确实是中国第一档这种深夜脱口秀的节目，就是加新闻吐槽加访谈这种形式。什么是深夜？我们九点多播。我当时上小学，九点多都该睡觉了。对他们来说就是深夜。对，他们家电视信号也不好。对，这档收场的时候都深夜了。录播。这档节目确实开创了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先河。嗯，就是普通话不好也可以主持语言类节目，是吧？哎，我插你一句啊，当年我们俩在那个一个考场，是吗？考那个普通话啊，一级甲等才能够那个成为主持人。对，之后不久，刘一伟老师就不见了。但是《东方夜谭》这个节目当时确实火，就收视率不说了，就我们当时小学考试。语文考试都有关于东方夜谭的题目。哦，题目是这样的，就是下列发音是刘一伟在东方夜谭当时的读音，请选出错误的那几项。啊 ABCD 全选，全选，基本上是全选。因为老师就说了，你知道选的选单选的全错了，老师就说了，刘一伟说他的发音能有对的吗？就得选刘一伟全选那道错的。嗯，然后其实说到这儿，最后我其实想对国足说一句话，就是就以粉丝的角度来说一句话，就是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很多人在骂国足，作为粉丝就会说你们凭什么骂国足，你们知道他们有多努力吗，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告诉我一下，我不太知道，还真不知道他们有多努力啊。然后最后呢我们还聊到了转型，其实我觉得转型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事，但它起码有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就比如说运动员他转型做教练，做这个或者是一些体坛类的官员，或者是解说，他起码是有这样一个了解，然后他逐渐的一个转型。但是刘一伟老师的转型我觉得就是属于托梦型转型，就莫名其妙，我今天梦见什么了，我第二天我就需要干什么那种感觉。所以我在托梦型啊，对，梦型。刘一伟老师的这个生涯的过程中我都觉得很纳闷，我在幻想他是怎么进行转型的。就比如最一开始刘一伟老师是写词，对吧，写词作歌，然后突然成为了天天饮食的主持人，这个过程是怎么产生的呢？啊，天天饮食在找主持人，有人推荐了啊，有一个叫刘一伟的特别合适啊。为什么特别合适呀？他会什么呀？他会写歌，莫名其妙成为了饮食节目主持人。后来东方夜谭又找主持人，说哎，这个叫刘一伟的特别合适，为什么呀？他会什么呀？他会做菜，就成了这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到后来还主持过财经节目，嗯，是吧？财经节目说。这个叫刘一伟的特别适合主持你们财经节目，那为什么呀？他会讲笑话。我是觉得这中国的财经像一个笑话吗？这不太合适吧。但后来呢，我们节目请来刘一伟老师当嘉宾，当时建宏老师也问了，为什么呢？对，为什么呢？他适合吗？便宜。他来的这不是便宜的事儿，您压根不要钱，不是钱。就说为什么，说他看足球吗？我们导演说他不看。啊，建宏老师想想啊，那确实非常适合我们节目。后来又问了，说他会踢球吗？不会。那他会解说吗？不会。好，请啊，下期就请来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毕竟来做节目，总得问说他还得会点什么。想来想去，刘一伟老师会拉肚子。
这个一吃辣就拉肚子，所以他来了不为别的，我们就要为这推荐这个凉露。哎呦我的妈呀，不容易呀、啊！我终于能绕回来了，哎、这个广告太难了，哎、多难！你这个广告做的太差了，我是地道四川人，吃辣会拉肚子吗？不是喝酒，那你没喝凉露、啊？那我给你推荐四川产的凉露。对啊，哎，对，就这个，那这是饭前还是饭后喝呀？吃饭的时候喝啊，吃辣喝的酒。对，我觉得你看你下次做菜的时候别忘了啊，带上凉露。好，但你说这个。你赞助品牌商，你用拉肚子这事儿好吗？对呀、啊，你说人拉小提琴也行啊，拉小提琴的时候就拉二胡，拉二胡，就是拉二胡的时候也记着凉露。他这名字起得好，哦、名字起小时候吧，我们都是漏了才凉啊，他在越凉越漏，这个很奇怪。其实我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说完了、嗯、因为你们一直在说话插不了我的结束语。我来结束。默默的下去吧。好吧，对老师再见。我们也知道你很努力。对对对。好，我们这不知不觉啊，这个节目进入到尾声了啊。已经到尾声了。都到尾声了。哎呦，我知道你们非常的开心啊。别着急别着急。有没有续集？世界杯还在进行啊，今天晚上就进入到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半决赛了。这个。比赛会非常的激烈，几点打呀？两点。明早第一时间告诉我。好，我给你发微信，我给你发微信。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员给我们带来的天气预报加比赛预测。好，Hello，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跑得飞快的冯叔叔又来啦！哎，半决赛啊，马上要开打了，激动吧？紧张吧？啊，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重点讲了讲比利时和法国这场半决赛，冯叔叔也做了预测。而这场比赛，我们所有的重点啊，所有的 focus 都集中在莫斯科这场半决赛，那就是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这场比赛的地点是莫斯科。冯叔叔之前说了莫斯科的天气情况，阳光暴晒莫斯科，而且下雨还特别多。怎么样，又被我说中了吧？这场比赛是在莫斯科当地时间晚上进行的。就要下雨啦，我跟你说，而且气温非常低，17到19度，这样的一个气温低而且伴随雨水的天气，对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哎，来自英伦三岛的英格兰队来讲非常非常的适应。英国人见面打招呼问的最多的就是天气， What's the weather like? 啊，回答也特别好玩， It could be raining after some minutes，不断的就在聊雨啊，就是要下雨，所以英格兰对雨天生就有好感。我们有一组大数据分析了从2010年到2014年期间克罗地亚和英格兰在雨战当中的成绩，我们惊人的发现克罗地亚在雨战当中的胜率只有40%，也就是40%左右，而英格兰人是高达57%，接近60%的一个胜率，而且进球数英格兰队平均是场均2个，克罗地亚只有1.4个，所以这样的一个雨天作战大数据都是利于英格兰的。哎，但是其实不然，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我们来回顾一下2008年欧锦赛预选赛最后一轮克罗地亚对英格兰的情况。那场比赛英格兰只需打平一分就可以出线，而这场比赛呢恰恰是下着大雨啊，天不遂人愿，最终英格兰是2-3惨痛的输给了克罗地亚。所以这场比赛还真不好说，冯叔大胆做个预测吧。两支球队实力相当，而且这一届比赛都是心气儿很高。90分钟战成2-2，最终加时赛克罗地亚3-2击败英格兰。这个不爱预测比赛的天气预报员不是一个好主持人，他就特别喜欢预测比赛。对啊，但我当时觉得，我觉得有一些道理啊。你觉得有一些道理？对啊，那英格兰确实下雨比较多，而且。那国家肯定伞到处都是，是吧？就来回头看，比赛马上就要进行了，法国对比利时。因为对那个，你在这里面比较专业啊。法国对比利时，你来，先给我们预测个比分吧。我预测是比利时2-1。比利时2-1，就是法国1-2。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法国肯定是在面上肯定是比比利时稍微强一些，对对对 对。但是因为我想产生一个新科的世界冠军，明白了，我想是，我有这个想法。他们都得过，他们都，我想法国得过，法国得过，只要法国输了，
本届世界杯就一定会产生一啊不对，英格兰英格兰德国呀，那还真还不如我们外行呢、啊嗯。对 ，sorry， 我缺氧行吗？来，继续，李老师，来外行，你让我先说，我就想猜比利时啊，你也想猜比利时赢？因为这事吧，就是绝大多数人都猜法国赢啊。你要猜法国赢，顶多跟大家一样。对，如果你猜比利时赢了，你就是哎呦，目光独到，或者是瞎猜是吧？不是，就是说明就有水平，有水平。比如那天法国打比利时，好多人都猜啊，不那个巴西打比利时，好多人都猜巴西赢。是，我是特别热爱巴西队，但是我就猜了比利时赢。哦，就不一样，就不一样。那你这场你能猜出什么不一样？不是法国就是比利时，我就猜比利时赢。比利时几比几？几比几啊？他都1-2了。对，3-2。好，法国2-3。对，这是点球吗？这3-2。对。那黄旭该你了。2-3。我猜啊，因为法国人，法国人，法国人是爱吃芝士。这个比利时人呢爱吃巧克力，是不是就通过这个特质我猜啊，开始的时候比利时可能占上风，可能先进一个球。这么细？对啊，因为他吃巧克力吧都特别甜嘛，就开始那股劲儿特别强，但到后来吃芝士那帮人的力气热量一点一点发挥出来。芝士就是力量。对，芝士就是力量。对，所以你也会了啊。对，我估计到后来可能还是法国队占了上风，大概2-1吧。好嘞，吃芝士的法国对战胜了吃巧克力的比利时，2-1。哎，这个也是我们上次预测过的啊，预测过了。我跟你讲，这两个国家都速度快，都年轻，进球数肯定不会少于3个。是吧？叮叮咣啷进。哦，主要还是守门员不行，是吧？对，而且下雨，你想什么样都滑。我们俩别再预测了吧。对啊，我也不是，其实我也忘记我上次怎么预测的了。Me too。好，那我们就下一场。下一个，克罗地亚对英格兰。我猜英格兰2-0。2-0。2-0。哦。0-2。0-2。0-2。0-2。就是克罗地亚输。嗯。这个呢，就是。这个能力悬殊太大，克罗地亚肯定要输的。为什么呢？哦，我还以为你说英格兰太差了。不是，克罗地亚打不过英格兰。为什么呢？实力不啊，是吧？那您是不是要猜克罗地亚赢？0-1。0-1，克罗地亚输给英格兰。我看，因为英格兰这届状态还是不错的，对，特别是那个高中锋那个凯恩，真的是踢得非常顺。对，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他们下半区基本上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厉害的球队了。而且英格兰是不是这么多年的风格有点变了？我以前记得他们特别喜欢什么长传中调啊。对，现在好像不是那样。完全不一样。对，现在就是完全打法很多样化。对。行，那黄西预测一个比分。你也预测英格兰赢。对，而且我预测英格兰有可能是得3分。3分。对，因为是这样，我总觉得英格兰队吧，你看它里边有白人，有白人，有黑人，有黑人，有棕色人，这还要搞种族平衡啊？对，我觉得每个色种族平衡搞得对挺好的，而且不同种族人可以发挥自己特长，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大赢这次。大赢3-0，下回咱们派56个民族都上。3-1，来一个1-3。1-3啊，1-3，克罗地亚1-3英格兰。好嘞。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反正好，今天晚上就猜对了有什么奖励啊？也没有。嗨，猜对了有口碑是吧？有建恒老师给你微信。这个我会把梁璐给你寄过去，对，给我留个地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梁璐时刻。本节目是由吃辣喝的酒梁璐独家冠名播出。吃辣喝酒选梁璐，身体少难受，吃辣更过瘾。就是你们仨组成一个队，和这个嘟嘟以及我们的人工智能组成的队进行答题的这种 PK。 好，答题 PK。 我们跟机器比啊？对，你们跟我们的人工智能啊，和嘟嘟啊。什么类型的节目？就是
各种不靠谱的啊足球题目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啊，开启猜猜女孩 APP 参与答题，我们会从中抽取幸运观众，获得由梁璐劲霸男装和思维汽车送出的组合大礼包。我们准备好第一道题，以下周星驰的经典台词哪一句不是出自《少林足球》啊？我是怎么了？你先不着急，哎，出来了啊，出来了。这个 A 是做人要是没理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B 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C 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D 欢乐的时光特别快，又到时对又到时候说拜拜。C 哪句是还哪句不是？不是 C 不是 C 不是不是 D 我觉得 A。C 和火星是他另外一个电影那什么？对啊，那 A 也不是吧 ？A 是 A 是咸鱼就那面的啊，咸鱼就是少林足球里的咸鱼是王不是吗？我怎么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快点回火星吧也是，快点回火星，他对赵薇说的，对，赵薇还记得很清楚啊，他对，因为赵薇很那个啊，那个很，他当时是很 A 和 C 都是了，那你们就在 B 和 D 里面选一个吧。我认为是 D， 觉得应该选 D，D 看起来很像那个。就春晚的时候结束，与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哦，我们要跟你说拜拜。地地，那万一是人家解说员说的呢？来了，起音乐，难忘今宵，是吧？对呀、啊，对呀、啊。开始了哈。不知道。你们就选 D 了是吧？选 D，、啊、你呢？我也选 D。好，恭喜你们答错了。啊。B。哦，这是 B。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啊、这好像是那个《九品芝麻官》里的那个吧？啊、是吧？啊，功夫里面的，哦、功夫里面的，哦、对，好吧，啊，这个大家都选错了啊，这跟帅哥没关系，对，好，太陌生，这没关系，来，我们看第二题。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时隔28年之后，终于在主帅索斯盖特的率领下闯进四强，因此成为全英偶像，穿搭也开始风靡啊。请问，以下关于索斯盖特马甲的说法当中错误的是，A 是。同款马甲销量上升35% ，B 是马甲升上了英国华威古堡的旗杆 ，C 是球迷 cosplay 索斯看台，索斯盖特的现身看台啊，有一个就是跟他一样的 ，D 是 BBC 主持人给宠物狗制作同款马甲 ，D 是吧 ？D 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啊 D 是吧？肯定是 D， 你呢？我想选 B 耶，我觉得上升上那个旗杆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是吧？我也比较同意嘟嘟说法，是吧？但是人家英这边是2-1，上旗杆是瞎说的。英国那习惯。5、4、3、2、1，你们是选 D， 你呢？我选 B。好，恭喜你们三个战胜了人工智能代表队啊！哇，绝对选 B， 集体的力量，集体力量，对对对对，太厉害了吧？对，这个我上期节目说到了。没记住吗？没记住吗？下期再出，我记住了。好吧，这个学生啊，是你我错了，我回家反省。回家反省啊！来，第三题。还有啊，二战时期，俄罗斯一座战后满目疮痍的城市当中，市民们曾在废墟上用举办一场足球赛的方式鼓舞人心。这座城市是 A. 伏尔加格勒 ，B. 加里宁格勒 ，C. 夏诺夫哥罗德 ，D. 叶卡捷琳堡。不是 D。不是 D， 伏尔加，哈哈，我问小珍，你问小珍，我知道答案啊，你知道答案，来，要不选 B， 加里宁格勒，我这个反正你们也不知道，就懵吧，因为 C 太难读了，他不会出你，那就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格勒，伏尔加太有名了。伏尔加格勒太有名了啊，B 呢是字儿又不多又好念啊，所以就选 B。好，那这个 D 我想问一下 ，D 里边这名字哪个字您不认识？这个我知道没在那儿。我认为是 A， 你认为是 A 是吧？哎，他认为是 A。那就我说的是 B， 他说 A， 你定。我定就 D 吧。行，来你自己选吧。嗯。你选了吗？我选了，选了 A。啊，你选了。答案是 A。赢了还是输了？我他是世界冠军。对了呀！啊，对了。就是在那个，其实那个时候，伏尔加格勒叫斯大林格勒。嗨，你要写斯大林格勒，我们就知道了，打得乱七八糟的，对吧？对对对。那个和尚的纤夫呢？那个纤夫。
那个你说那个啊，冯家华，对，我们有一期这个艺术足球里边讲到了啊，十一个人拉纤，我都知道啊。好，因为现在是你们领先，当然，来我们看第四题。本届世界杯，比利时队的阿扎尔，他们的队长对阵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创造了成功过人的10次的记录啊！请问下图当中，哪个是阿扎尔？这你知道啊？来看看，不，我这是什么？这是问题，他现在长什么样？哎，可以翻译到现在的照片看一眼吗？啊，有现在的样子吗？这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觉得肯定是最小的。他现在的头发是黄色的吧？啊对啊，对，你认为是 A 是吧？对啊，啊你看那头发特别直，扎人的那种。阿扎，阿扎，啊，这个怎么样？大家同意这个？你选一个吧。没有，我应该选10号吧？啊。都是 A B C，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特别崇拜谁呢？齐达内。我认为是。那你该选头发少的。头发少就黑呀。他喜欢，对，那就他喜欢齐达内呀。啊，那就黑吧。头发少 C 你啊。因为咱们按视觉来看啊，他这个十号最大。啊，就要不就选。但我觉得 A 的头发应该更少吧，因为 A 的头显得粗。选 B。啊，选 B。我感觉应该选 A， 你选 A， 因为 A 在这张照片中比较像主角。好，有一种你选 A 啊，有一种这种感觉。他又决定了，他选 C。没，大家决定。我刚才选 A， 他已经选 A 了，我们是不能选 A 了。啊，不，你们可以选 A， 也可以选 A 是吧？那我们的 A 比他们 A 好。你们最后是比谁分的高是吧？对啊，选 A 跟他一样，反正我选 A 跟他一样。对，好吧，选 A， 然后就现在你这开始跟随跑了，对，谁领先嘛？我们按规则，比赛规则来，跟日本是一样。你们都答错了，是 B 吧？这阿扎尔三兄弟，那个 C， 他是大阿扎尔啊。你看我说的这选头发少，对，而且大阿扎尔啊，好了，让你们不听世界冠军。最后一道题了，最后一道题了。世界杯历史上，以下哪个国家没有作为东道主夺冠？乙 A 是意大利 ，B 是英格兰，哎，这我知道。C 是乌拉圭 ，D 是巴西，那就是意大利呗。意大乌拉圭是首届在他们那儿办，但第二届在哪？第二届在意大利啊？第二届好像英格兰没有吧？对，巴西是德国，没有，英格兰在英国拿过，那就巴西。1966，那就巴西，因为那只有巴西了，只有巴西了，对不对？对，只有巴西了，只有巴西了，只有巴西了。哎，等会儿，先看听他答案。你的答案？我们的答案是问小珍的正确答案。啊，对你先不说是吧？我先不说。你们我 D 哈，你们选择 D 哈，肯定的。他们已经选择完了，你呢？我们也选 D。哇，太厉害了！这个每题都对哎。意大利啊，就像你说了，第二届、第三届，对，第二届、第三届有一届在法国，有一届在意大利，那意大利拿过冠军，拿了两届冠军啊。英格兰是1966，乌拉圭第一届就在他本土拿了，然后呢，第五届世界杯就是那个在巴西，结果乌拉圭把巴西又给办了啊，然后第四届啊把巴西给，所以巴西拿杯拿得多都在外面，在外面。好，那最终呢还是人工智能队输给了我们这个三兄弟代表队。我去，你是第一次输吧？主要是我拖后腿了，我应该每道题都问小心。好，来，这足球知识我们还是很丰富。对啊。节目最后我们送上我们的礼品，然后这怎么像结婚请柬呢？这个啊，对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纪念的纪念卡。诗啊，对，还有建恒老师的亲子。我那个你写的诗啊？我那个待业在家没什么事儿，写写诗排遣一下，哎呀，失业的苦闷。来，黄记看看有没有。哇，吉祥物，梁露酒，这个。劲霸的世界杯燃情系列的纪念 T 恤哦，还有我的诗啊，对，诗和远方都有了，诗和远方都有了，谢谢。还有，来，现在回家有事儿干了，的留言，我每个人都有啊，我每个人都有。好，我这边牵着，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艺术足球这个概念。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哲思艺术家邹超博士，我们一起聊聊比利时。因为相比于比利时的足球，我相信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对比利时的艺术会更为陌生一些。那今天关于比利时艺术，您能跟我们聊点什么？好，我呢是学油画出身的。如果有人问我你最喜欢的一个画家是哪位，那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比利时画家
玛格丽特。哦，居然是比利时人。对，这是一张欧元之前的比利时的法郎。对，那么它的正脸印的就是玛格丽特的作品。哦，而它的背面，这是玛格丽特本人。在我看来呢，玛格丽特与其他超现实画家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么他可以说是从画家中的哲学家。哦，好比说我们这个两张作品，左边呢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那么在这张作品当中呢，达利是往往将一些不相干的物品并在一起，对，从而构成一种离奇、怪诞和梦境的效果。而玛格丽特则不是，玛格丽特是在物品之间寻找着内在的隐秘的联系和区别，以此来传达他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玛格丽特式的方法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喜欢的玛格丽特这件作品就是这张作品，叫《形象的反叛》。玛格丽特呢画了一个烟斗，画烟斗之后呢，他在下边写了一句话，就这不是一个烟斗。为什么呢？这确实不是一个烟斗。因为它只是一张描绘烟斗的画，它不具备烟斗的任何功能属性，它不能拿来抽，是不是？对对对。那么呢，玛格丽特提示我们，关于一个食物和食物的图像和食物的意义还有食物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为此呢，福柯受到了启发，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是这不是一个烟斗。我也受到了启发，就是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或者在电视里看到的世界杯看到的足球也不是足球，因为只有我们自己亲自去踢的足球才是真正的足球。对，我本人特别喜欢玛格丽特，对，尤其是这张这不是个烟斗，我也画过一张作品向玛格丽特致敬。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用我的指纹去重新塑造了玛格丽特这不是一个烟斗这张作品。对，这是您特有的指纹画啊。对，那么如果说玛格丽特是以一种提问的方式来进行回答，那么他说这不是烟斗，这是什么？我反过来说，我说这只是一些指纹，我用一种回答的方式来向玛格丽特致敬。